今天下午1:42，一辆45路公交车在沿江东路和秋实路交接的十字路口，与一辆油罐车相撞，发生爆炸。原本认定的爆炸原因是由于公交汽车与油罐车相撞，引发油罐爆炸。但是鉴定处刚刚在公交车上发现了爆炸物残留，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爆炸案，所以紧急成立专案组，由我担任组长，老杜负责主持具体工作。为了避免社会上引起恐慌，在我们抓获犯罪分子之前，暂时不要对外声张，要尽可能的联络有关部门，增强安防工作。车上监控是不是已经确定被炸毁了？技术部门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，恢复不了。还有，公交公司的检修单显示，45路公交车驶离总站的时候，一切是正常的。遇难乘客的情况调查的怎么样了？遇难乘客的身份已经全部确认了。接下来我们的侦破确定了两个方向，一个呢是查清楚所有遇难乘客的社会关系，寻找有人向车上乘客寻仇的可能性。另一个方向就是，除了遇难乘客之外，45路公交车驶离总站，沿途经过所有站点上下车的乘客，我们都要找到，逐一排查，寻找可疑的线索。好，抓住一切线索，抽丝剥茧，尽快破案。不是想我了啊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怎么样 Lucky， 今天病有没有好一点？哎，你们随便坐。哎，你帮我抱一下。你不是有哮喘吗？怎么还养猫呢？哦，我喜欢养猫，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养猫，但是我妈一直都不让我养。我小时候偷偷养一只，她就偷偷给我扔一只，我小时候没少为这事哭呢。直到长大工作挣钱，把这儿租下来收养了它们，每天下班我先来陪它们，给它们吃完饭，然后我再回家。我爸妈到现在都没发现这儿。这那怎么那有一个粘毛器，我每天回家之前都你怎么知道我有哮喘？不是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们能告诉我吗？要不我们还是告诉他吧，万一他真的进入循环了呢？循环？什么循环？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把你拦在车下想要抢你的包吧，确实不是因为我们丢了书包，我们就是想检查你包里有什么。哎，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们之前已经检查过你两次了。第一次呢，你们俩打起来了，还没拉开书包车就爆炸了。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你直接犯了哮喘，我们把你送下车的时候车也爆炸了，所以第三次我们才决定要把你拦在车下，因为你护包的动作实在是太可疑了，所以我们就
觉得你包里可能有炸弹什么。是这样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进入了循环，然后在循环的过程中发现公交车会爆炸。引爆人就在车上，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排查，你就是我们排查的第一个人。对。可是现在还不到八月，为什么会出现循环呢？八月怎么了吗？八月才是循环的高发期啊，可是现在才五月啊。八月会发生循环？不是，动漫里发生循环一般都是在夏天，像什么《夏日大作战》《穿越时空的少女》，还有你的名字。不是不是，可是为什么是八月呢？喏，八，倒过来不就是无穷了吗？哦，对。所以你是相信我们的？哼，他不仅相信还期待。其实无限循环还好，你们都是三次元，也不是什么异能团体，最最重要的是你们的颜看起来都挺不错的。异能团体是什么？动漫游戏的术语。你也懂这个？他就是做游戏的。做游戏的？哼，我一直就想做游戏。哎，来，哇，谢谢，喝一杯，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喝了这杯元气水，我们就是循环队友了。嗯，好。你还不一定能进循环呢。我一定能进循环。拯救世界的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显然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咱不是拯救世界，是拯救公交啊。公交怎么了？公交车上有好多人呢，别听他的。